刚刚发现 PCR 的3500块白花了，因为根本没有入境新加坡，所以根本不用做。航空公司取消了这个规定。刚才过安检差不多25分钟就好，他们安全检查只开一个，海关也只开一个，但是我走自动空关，算快吧。以前出国都好久。今天搭的飞机是波音787-10。好不真实哦，要出国了。不行，每个座位应该前后左右都没有人。终于到新加坡的樟宜机场了。I want you to believe.
放牧林飞了，这些终于可以把狗都扔掉。